嘉义县义竹乡修圆禅寺，主祀西天济公活佛，降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浙江天台县。其一生慈悲为怀，济困扶危，在生前人称为圣僧。济公师父之父李茂春为经营节度使，夫妻俩一生行善，年过四十未有后嗣。一日夫妻两人前往国清寺参香祈福，当中发生十八罗汉降龙尊者跌落之神奇传说，为何呢？借行颠度化世人，消灾解困，被民间称之为济颠。其饮酒食肉形象争议为何？嘉义县义竹乡并非人人知晓的村落，济公师父立台就是几经官鸾雀椅井，自明是为降价地点井，中之口自为西港义竹湖尾中心点，只是决定在义竹落架，并以俗名修园为谈号。这跟义竹庄主董公真人慈化寺有何渊源？机身翁耀波老先生从19岁起到目前96岁，服务济公至今超过一甲子，在识字有限情况下，如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更精通外语文，为民治煞解厄显神迹。讲不完台湾神明事迹的郭明诚对地方宗教历史文化有莫大的热爱与关心，搜集地方文献民俗资料足迹，更是走遍各宫庙做田野式的研究，加上天生强大的记忆力，让他犹如像是一座历史博物馆，随时都能播放。现在请放慢您的脚步，随着郭委员参访开台西天济公活佛修圆禅寺里修圆传奇。井号主讲人郭明诚，井号台湾神奇总监林婉容，井号义竹修圆禅寺，井号义竹乡长黄阿家，井号义竹乡代表会主席翁荣辉，井号义竹修圆禅寺师国元主委，井号济公师父神威显赫，井号台湾宗教文化永续传承，井号欢迎大家相揪相伴来收看，井号认同敬请分享。类别人物与往志，
济公师父神威显赫，景浩